你看门还是自己吸，多高级。在从前，我其实认为拥有一辆像是 Mercedes-Benz E-Class 的豪华房车，其实真的很够用了。但是在接触过改款后的 S-Class， 我改变了我的主意。如果你现在跟我一样在这辆车上，我相信你也会跟我一样抱着同样的看法。进到车子里面啊，其实人类非常敏锐的一个感官就会发生作用，就是你的嗅觉、鼻子，你就会闻到车上 S-Class 它搭载这个香氛套件带很清晰的这个香味。同时呢，因为长轴车款，它的轴距也增加了13公分，重点它还有里侧套件，它可以把右前座的座椅往前倾倒 43.5 度，这样子就是代表说我膝部拥有非常非常大的空间。那在这之外呢，我坐的这个椅子也可以像商务舱一样后倒，甚至这个软绵绵的头枕坐起来靠着也真的是很舒服。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辆车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选配，包含像车内都可以看到这个 Burmaster 的环绕音响之外，那我的 Napa 真皮座椅里面甚至还有热压的按摩功能。再来，我还可以透过这一个遥控器直接控制我前方，还有就是等于是前座椅背的这两个萤幕，甚至也可以控制中控台的萤幕进行各项指令的操作。这样的总裁级享受，说真的，你要在 S-Class 以下的车款想要找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其他部分呢，我们这辆车它除了选配 AMG Line 的套件之外，它还是 AMG Line Plus，也就是说，它除了铝圈已经改为20寸的超大脚之外呢，它在车内的方向盘也改为了跑车式的平底。而且重点，我很喜欢这辆车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它的漆面。它是采用了消光灰的这个设计，可是它这个消光灰跟我一般看到的改装车那个质感是大不同。它不论近看远看，它不论是霸气，还有它漆面的滑顺度，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哦，那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我相信大家看画面一定就懂我在说什么。我们试驾的 S450L， 它搭载的是一具 3.0 升的 V6 涡轮增压引擎，它的最大动力是367匹，扭力则是51公斤米。它有九速的手自排之后呢，这辆车虽然它的重量已经超过了2吨，但是它加速0到100，原厂可以在 5.1 秒完成，可说是非常非常的轻快。那它的前后多连杆悬吊搭配气压避震之后 ，S-Class 它虽然保有德国车的清晰度感，但是你就算把它设定在运动模式，其实车辆乘坐起来依然很舒适，所以可说是在灵活动感和舒适之间取得相当令人享受的平衡点。所以或许很多人会说 S-Class 是辆适合后座买家的车，但是有了齐全的八气囊，还有非常齐全的主被动安全配备，甚至驾驶在开车的时候还可以藉由方向盘上的触控板直接调整车辆设定，这辆充满智慧人性的车，我认为用来自驾其实也相当适合。但如果真要挑剔的话，我认为它车内的遥控器做工应该更细致扎实一些，应该更能搭配如此高贵的车款。随着时代变迁， Mercedes-Benz S-Class 它也增加了各种先进舒适豪华的配备，为乘风人士创造意想不到的享受。我知道这辆车对于许多朋友，其实和我自己而言，都像个遥不可及的梦。但是如果有本钱，也有幸拥有这样一辆车，又有谁能跟 S-Class 说不呢？